哇，很好看。近日，吴尊带着妻子林丽莹去试婚纱，其中林丽莹共换了 V 领蕾丝婚纱、中式凤冠霞帔，还有深色公主风婚纱。肤色白皙、身材高挑的林丽莹穿婚纱非常漂亮有气质，两人感情真是超级好呢。吴尊看到妻子拉开帘子的一瞬间，眼睛都看直了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林丽莹，大家被甜到了吗？听说还给林丽莹准备了惊喜哦。就他妈妈以前结婚的时候穿的哦，对，所以是看，据我看，让我看一看，破了，所以他妈妈说，假如要改，嗯哼，来改，对，这个让我来想想哈，